卖场贩售的这一款芭乐柠檬绿茶进军美国市场，掀起一波抢购热潮。两天买了两次，一天就可以喝完。打开冰箱，最下排四大罐排排站，这是两天逛卖场的战利品。你要喝吗？我去倒另外一杯。你刚好没嘞。配气泡水更好喝。在美的台湾人蔡小姐不藏私，分享好喝妙招：芭乐柠檬绿茶兑点气泡水，甜度适中，好滋味让人一喝就上瘾。这一款大容量的芭乐柠檬绿茶其实是屏东生产，手摇茶饮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度也很高。那我们就是运用这样子的方式，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在地的这个新鲜的味道，能够吃到就是家乡味的东西，一定都会感到特别的心情激动。丰富果肉独特香气，加上两罐只要$9.99，大约300元台币左右的价格，在海外爆红，意外成为屏东之光。根据了解，在美国开卖一个礼拜，多家分店销售一空。另外，过年桌上常见的乌鱼子，现在旅美的华人也不用担心吃不到，货架上同样出现它的踪影。农历年前属于台湾的故乡味，在美国上市贩售，让旅美华人解解思乡情愁，更意外创下销售佳绩。华视新闻林婉中、孟汉、屏东、高雄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